一斤面粉，一斤面粉，加一点白糖促进发酵，加一点白糖促进发酵，六克酵母粉用温水化开，不知道多少酵母粉用温水化开，和面，揉成面团，放在暖和的地方发至两倍大，和面，揉成面团，放在暖和的地方发至两倍大，七份瘦肉，三份肥肉，加葱末，姜末，一半牛肉，一半五花肉，加葱末，姜末，加清油火锅底料，搅拌均匀，加火锅底料，不够再来点红油，搅拌均匀，揉面排气，搓成条，分成剂子，揉面排气，搓成条，分成剂子，擀成皮儿，放调好的馅儿，包包子，擀成皮儿，放调好的馅儿，包包子，凉水上锅，上气后蒸二十分钟。凉水上锅，上气后蒸二十分钟。关火，停三分钟。出锅。出锅。哈，你看美不美？火锅味的包子，请大家参考。哈，你看美得很，请大家品尝。我先尝一尝。嗯，美得很，辣得很。